魏华集团的工程师们以敢为人先的勇气和不断探索的精神，自主开发出了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电气防摇摆控制系统，成功解决了起重机载荷摇摆的重大技术难题，使起重机调运物料更加精准、更加快捷、更加平稳。防摇摆技术原理，这个电气防摇摆控制系统依靠精确巧妙的控制程序，精准控制大小车运行的加减速度，实现防摇摆控制功能，技术先进，实用可靠。防摇摆技术特性：稳。这是台典型的32吨通用桥式起重机，未安装电气防摇摆控制系统的情况下，一般操作工操作起重机，其载荷摇摆幅度可达1米甚至更高，熟练操作工操作，其载荷摇摆幅度也会达20到30厘米。安装了电气防摇摆控制系统，不论操作工是否熟练，起重机均可在5秒内从高速运行状态减速直至停稳，锁吊载荷在最低位置时的最大摇摆幅度小于2厘米。准，该系统具有精准点动功能，点动距离可控，最小为5毫米，可根据需要任意设置。该系统还具有自动定位控制功能，无论起重机运行多长距离，其重复定位精度小于5毫米，为开发各种全自动和智能起重机，实现物料搬运自动化提供了必备的核心技术条件。快，电气防摇摆控制系统消除了载荷摇摆现象，免除了等待及停止摇摆的作业时间，因而有效地提高了起重机的生产使用效率。魏华电气防摇摆控制系统以其稳、准、快的技术特性，已经广泛应用于制造加工、机械装配、垃圾处理、冶金、钢铁、电力、造船、建筑、铁路、集装箱码头等各个工业领域，领跑科技发展，引领起重未来，是魏华集团永恒不变的追求。魏华起重，让世界轻松起来。